残疾女孩不上班，在40平方房间里是怎样的？没家人没朋友陪的第82天，我不是山东妹子，你们老是认为我是山东妹子，我是贵州的妹子，跨越2000多公里来追我家大哥的。来到山东这个地方，没朋友没家人的，一天到晚都在40平方房间里来回晃。我这几天在想，我要不要给我无聊日子添加一点点颜色。我想做手工发夹，一是可以打发我的时光，二是可以锻炼锻炼我的手的协调能力。首先我想问问大家，做手工难不难呢？今天勉勉强强就做个煲仔饭吧。像这样成功了吗？家人们，第一次做味道还不错，我家大哥说好吃。这个天气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冷了，害得我赶紧买了两双毛毛鞋。这个是我婆婆寄的竹笋了，还有我婆婆自己弄的辣椒面。灰笋你们有没有吃过呢？我猜你们都没有吃过。